果铺满整碗冰，加上布丁、新鲜奶盖，再倒下满满珍珠，珍珠瀑布瞬间滑下，民众看得好惊喜。西瓜球球一颗一颗疗愈贴在搓冰上，用看的就透心凉，大口吃下超级消暑。分量特别多，啊，布丁口感就不一样，它珍珠又很 Q， 冰凉。重是舒爽起来，超赞。来台南还有铜板价爆料冰品，一大碗快满出来，有粉条、薏仁、绿豆，一碗冰加满12种配料，只要40元。它刷冰的料很多，对，还蛮实在的。红白色汤圆挤满刷冰表面，超级密集，超好拍。还有超萌这一碗屏东的彩色小熊冰，刷冰上摆一球冰淇淋，再加上巧克力豆变眼睛，淋上各种酱料，超萌彩色熊亮相，满满客人都来朝圣。像水果酱也都是自己生产，还多蛮多人喜欢我们的小熊造型的。古早味粉圆爱玉也有新花招，这碗爱玉是玫瑰造型，加上彩色粉圆，整碗五颜六色。夏日吃冰消暑，业者也大玩创意，让客人看到眼花缭乱，吃到透心凉。记者赖冠璋、张春华、陈珊珊，台南屏东采访报道。